小朋友排队体验金门中秋的博状元饼活动，这是在台北市立动物园，金门县府跨海来台举办快闪博饼，还找来了金门观光小天使可爱的水獭公仔，炒热气氛。文化遗产能够继续发扬光大，所以金门县政府从今年8月29号到9月29号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中秋博状元的系列活动，然后第一站在台北市立动物园，因为这边收容了金门的欧亚水獭。大人抱着小朋友博饼，拥有300多年历史的金门中秋习俗博饼，随着时代演变也开放线上体验。线上博饼的礼物是机票，金门到台北的来回机票。那在金门的博状元哦，总状元的今年最大礼物是30万的黄金金牌一座。小妹妹幸运获得最大奖，开心和机票合影。最后两场博饼体验，19日在台中火车站，20日到高雄。希望透过快闪活动，民众不用到金门，也能认识悠久的传统习俗。记者周天祥台北报道。